太太是否返港过年时，刘恺威没有回答，刘丹也只是笑而不答，再度引发网友热议。刘丹被追问儿媳是否向他拜年时，他也笑而不答。20日中午，刘恺威发微博称，过年的事情在这里说一下，只是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。记者过年加班虽然辛苦，但希望报道的话还是把我们的回复说完整。此前我也回答过会回来，回来了，而当时情况不方便，多做停留，才没顾虑太多。以及后来同刊记者也打电话给我爸爸询问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很客气的如实告知回来啦，我们一起去会所度了假，这年是家事，请大家不要刻意做文章，过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，该休息的就踏踏实实过年休假吧，新年快乐。港媒报道，大年初二当天，刘恺威与女儿小糯米以及刘丹夫妇三代同堂吃开年饭，未见杨幂同行，下车时刘恺威见媒体在场一脸愕然，问到